今天我们教你们们做一家中国菜。这道菜的名字是鸡炒饭。这道菜的原料有米饭、鸡、酱油、芝麻油。各种的蔬菜 ，done， 盐和胡椒。人喜欢香的饭，特别喜欢鸡炒饭。把一个碗的鸡、芝麻油和酱油浇。把洋葱蘸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炒锅小料。炸鸡肉和酱油在翻炒五至六分钟，炒至到色泽金黄。好香，好香！八鸡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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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鸡。加个酱是在浓焦，再翻炒五分钟。加葱花，加酱油，加酱的汁儿米饭入锅，软化加米饭翻炒，卷盐，加盐和胡椒。第一个。加胡椒，胡椒，胡椒和盐，最后加炒鸡蛋的酱油翻炒入头。对。好吃，就可以趁热吃了，享受。好吃。这道菜我有的有饭再翻炒五至六分钟。喜欢吗？很香，很香，很好香。Good job! Yeah, no, get both of us in. Yeah, you're in it. Oh, yeah, okay. 欢迎 Abyss. Where did it go? So close!